泰山区公所表示呢，现今的社会呈现了老年化的现象，尤其呢是在一些鳏寡跟贫穷的老人身上，生存的支持就更加的薄弱。因此呢，泰山区公所的社会人文课呢，现在积极的推动老人福利照顾计划，而首站呢就特别来到了泰山奇迹之家，为长辈们送上大蛋糕。泰山区公所表示，现今社会呈现逐渐老年化，因此在鳏寡以及贫穷的老人身上，生存的支持方面也明显薄弱。因此，区公所社会人文课特别办理了老人福利照顾计划，首站就来到泰山奇迹之家，跟母亲节活动配合，为长者们送上大蛋糕祝福。我们今天在奇迹之家，也在我们泰山区奇迹之家办理我们母亲节的活动，因为下周就是母亲节了。那奇迹之家哈是在我们泰山区专门就是有一些阿公阿嬷比较不方便的，然后来这边也有老人共餐，也有扶持这个失智失能的老人家。那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个20寸的大蛋糕来这边庆祝下一周的母亲节。泰山区长表示，长者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当生活没有办法自理，或是有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如何寻求支援与协助，因此对于专业照顾服务甚为重要。他肯定泰山奇迹之家为长者们所做的服务，并且来到现场跟长者同欢。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家能够感到温馨，然后也能够感到母亲节的气氛。虽然我们每个家庭在母亲节的时候可能都是会在家里有做庆祝的一些活动，可是老人家在一起的感觉又不一样，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温馨的活动。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个温馨的活动，大家的互动更密切。那今天也非常高兴看到我们所有的老人家都非常的高兴哈。那我也看到一些老面孔，我希望我们这些老面孔的喜大人能够身体越来越健康。本次活动共分为5个关怀据点，为长者聚集休闲的好去处，同时希望与关怀长者一起庆生，以增进与长者间互动良好关系，让长者感受到温馨的关怀之情。以上新闻记者泰山采访报道。